跟着在地台南人走进鸭母寮市场，美食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我这为细汉买肉脯、肉干，到大汉的所在敲一下手的。专治提拉损伤，老师傅专注的按摩推拿民众的手掌，但这里同时还是一间肉铺铺。这肉干真正看起来，好吃。这间店从爸爸那一代传承下来，虽然父执辈是国术馆和肉干一起做，国术馆的招牌还在，但是现在第二代的老师傅选择专心卖肉干。70年传承的老店，老师傅的肉干每天现烤现烘，越咬越香。用火大烘，这用烘的甲机器的真正完全无同款。啊，这最主要是肉爱好啊，我用后腿肉。即摆专心做肉所有的。另外，隐藏版的美食还有这个中药行的门口，老板娘专注在做贡丸，从1997年到现在，总共25年。最特别的是鱼册，用白鳗鱼做的呢。鱼册是用鱼浆做的皮，卷起中间一根芹菜得名。一般都是用公母鱼，但是这间中药行用的是白鳗鱼，而老板娘制作香菇肉丸，撒上特制的中药粉，让它的肉丸味道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会搞当午哦，我看好价吗？哇，对耶，这是跟店老板做，绝对拢加一个健康啊。鸭母寮市场历史悠久，里面很多摊位都已经卖了数十年，像是国术馆的肉干、中药行的鱼册，这么特别的异业结合，更为鸭母寮市场的美食增添了让人想要一探究竟的趣味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晨峰台南报道。